行管是即係一嚟新氣啦，係咪新氣咧？都算㗎啦，算係新新地啊。咁佢其實好即係好 focus 喺啲學生咯。這個可不可以講多少少咧？例如你的經驗咧？佢好重視學生佢學習嗰個過程，亦都好重視老師同學生之間嘅關係。